把葛氏衣服给我脱下来。我告诉你啊，爱上哪儿上哪儿去，我家不留。山居干什么呢？山居啊，你别撵他，他是大哥领回来的，有啥事你冲大哥。山居，要不然你就留他搁这住一晚上呗。就是嘛，就住一晚上呗。不是你们啥意思啊？那这么多人呢，你们谁把这傻子领回去呗？我认可大一斗米。箱子妈，你家宽敞，你领回去呗。嘎子妈，你心眼最好了，要不你领回去吧，他还能帮你干活呢。那你这是冲谁呢？你说，还以为你领回来的是对象呢，这事扯不扯？山居呀，你就将就一晚上吧，啊！我都答应老钟叔了。哇，你跟妈说实话，他是不是你相亲的那个？不是，他就是我道上遇着的。看他怪可怜的。是挺可怜的。要不就留下吧，就一个晚上，咋地也将就了。山居，不行，留个傻子住一宿，万一出点啥事咋办呢？我绝对不能答应他在咱家过夜。山居啊，那你让他上哪儿过夜去啊？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相亲相个傻子，也不能随便往家领啊，还找那么多借口，谁信呢？谁信谁才傻。